大家好，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。我们会通过公司简介、产品介绍、产品优势、使用方式、作用原理，来带给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产品。首先，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三八富乐公司。三八富乐公司于1992年创办于陕西西安，一直致力于研发女性生殖健康产品，是中国生殖健康产业协会会员，联办中国女性生殖健康工程蝴蝶计划，在加拿大、美国、俄罗斯均设有分部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公益捐赠额达到8000万元，帮助女性创业投入3.8亿元到玫瑰创业基金。2018年，三八富乐创建首家北美分公司，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地区，从事集团女性健康产品、消毒产品、个人卫生产品、生物制品的销售，承担三八富乐集团公司几十万志愿者在北美地区的旅游接待、子女留学、移民、签证申请等服务，开发具有北美地区特色的健康产品。下面我们要了解一下男性生殖健康公认的四大难题，来看看精彩男士护垫是如何解决四大难题，改善男性生殖健康。第一个难题，包膜难渗透，这是一个世界医院界公认治疗前列腺疾病的难题。由于前列腺被一层非常致密的前列腺脂质包膜包裹着，而前列腺的炎症却发生在前列腺的内部，一般药物从外部难于穿透这层致密的包膜。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有效成分能有效的快速穿透脂质包膜，再坚硬的外壳也能进入。第二个难题，血液循环慢，前列腺内血液回路不通畅，细小的静脉使得回流阻力很大，致命菌或其他有害物质容易侵入到前列腺而难以清除，增加了前列腺受到损害的几率。精彩护垫有效成分能扩大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病菌有害物质能有效的清出腺体。第三大难题，腺导管堵塞，前列腺内有20余根平行排列的小管组成，正常情况下这些平行排列的小管承担着排泄前列腺的任务，由于病菌的毒素及代谢产物在腺管内不断作用而引起的临床诸症，精彩护垫有效成分能直达病灶，消灭腺体内的病菌，疏通导管，将毒素全部排出。第四大问题，滋生细菌快，前列腺对人体的作用关键于它的腺体组织能制造和分泌一种液体，叫前列腺液，是精液的主要成分，营养丰富，利于细菌滋生，所以前列腺炎很难根治。精彩有效成分能改变前列腺组织微循环，破坏病菌生存环境，杀灭病菌病变细胞。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是三八富乐的旗舰产品，畅销全国25年，祖国传统医学结合现代植物学、中医学、中草药医学以及纯天然植物组方，以熏蒸疗法为核心，针对前列腺炎症研制开发，突破传统治疗方式，给男人一款健康安全方便实用的人性化个性化的男用护垫。这款革命性的产品大胆地把女人专用的方式转化成男性产品，开创了历史先河，解决了男人健康的四大难题：无毒性、无药物、无副作用。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草本主要成分。主要成分有王不留行、大黄、黄芩、益智、石韦、白花蛇舌草、野菊花、桃仁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的五大优势。一、保养疗法极致享受，不开刀不住院，无痛，通过中药熏蒸疗法，有效成分经过前列腺治疗相关穴位透皮吸收，让患者轻松康复，尤其适合不易手术的高龄老人及痔疮患者。二、穿透包膜彻底杀菌，精彩有效成分能够在不破坏前列腺组织结构的前提下，穿透前列腺脂质包膜进入前列腺组织，清除小腺管内的致命菌和微生物。三、疏通腺管迅速消炎，精彩有效成分对尿道周围产生消融作用，使前列腺尿道周围滋生物及管口的堵塞物被溶解，小腺管口通开，排除致命菌、有效分泌物，同时也解除了性神经压迫的问题。四、
恢复功能不再复发，药物组合科学合理，综合作用能有效穿透前列腺包膜，杀死病菌。同时，人体生化分子的高速运动可加强新陈代谢功能修复，帮助人体重建自身免疫功能，持续治疗不易复发。五、高新技术消除病痛，运用人体生物工程技术，能最大发挥药物作用和有效利用度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迅速消除病痛，促进机体迅速康复。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包装。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，每一个小盒里面有十个小包装，每个小包装里面有两片。精彩男士护垫的使用方法如下：一、将双手洗净，然后撕开包装；二、将隔离膜撕开；三、贴于内裤上；四、每5到12小时更换一次；五、每日使用1到2次。三八富乐精彩男士护垫，愿你做高亢有力的男人，守护生命线。谢谢大家。